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，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，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。长白山，白山水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元卫视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第22届农心新拉面杯传奇的对抗。今天是这个比赛的最后一盘棋了，将决定冠军谁属。那么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，是依然是国家围棋队的总教练于斌九段。于老师您好。哎，你好，邱教练你好。哎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今天呢也是最关键的一战，是由我们对阵韩国的曹李师徒。聂老师呢对阵曹勋选九段，常浩呢对阵李常浩，这都是老对手了。前面因为比赛了几场了，就今天就见分晓了。对，前面有些有积累吧。今天呢应该说冠亚军没定。但是呢中国队要稍微落后一点。就他们俩中国的那个聂伟平和常浩这个组合呢，必须今天两盘都赢。对，两盘都赢呢，冠军就属于中国队了。没错。输一盘就不行了。现在他们分，因为是韩国队高一分。对，是的。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李常浩九段，他口罩好像戴得很严实。常浩昨天也没戴口罩。对。挺轻松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给我看曹勋选。对，就是曹勋选。曹勋选口罩挂着。是啊。那我总觉得这口罩戴口罩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有可能会影响他，因为这个是控场的嘛，你其实接触不到什么人。对啊，在赛场里面所以不戴口罩关系也不是太大，我觉得他个人的喜好了。据说是特批聂老师在赛场可以抽烟是吗？哦，还真是有烟灰缸烟。好像是特别批准的，这就是。平时是不允许的，应该说。那个围棋比赛一般赛场是禁烟的。没错，是这样。因为人比较多嘛，人员比较密集。这说起来咱们也话外题，在韩国比赛的时候啊，它有四个位置，四盘棋。有个特别的位置可以摆4个4盘棋。那个地方是可以抽烟的。别的地方都不能抽，大厅里面都不能抽。但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意见不合，比如说有人想去抽烟，就是占那个四盘棋一个位置，有一个人不愿意，那么他们是规定年纪大的人允许选。还有这一条。这样就稍微就是专门有一间房间是可以的。对，中国棋手好像一般都说明的量很少。对对对，因为它本身大厅能摆30多盘的韩国棋院大厅，但是呢只有4盘棋是可以抽烟的。是这样。中国棋院的大厅是更是不能抽烟的。对，但抽烟只能到外面去。因为中国棋院的大厅它没窗户了。所以好像太影响别人，绝对禁烟的。没错，是这样。这我也有印象，就是李世石到我们这来比赛。他也是吸烟，他只能到那个洗手间匆匆忙忙抽根烟回来。所以从这点来说啊，那个棋手自己知道，这个你要是非得抽烟对自己是对竞技是不利的。所以我们的年轻棋手实际上是没有抽烟的。所以聂老师可能是需要特批，现在你要成为职业棋手，你最好的方法是不抽烟。没错，这确实就是以前的老棋手还有一些抽烟的，但是现在年轻棋手我都想不起来，好像一个都没有。对，因为他自然因为为了自己的竞技嘛，都是不抽烟的。这是曹老师。这老当益壮感觉是。他当了几年议员了，然后现在成绩还是非常好。好，我们来看棋吧。好意外。我估计大家都还是比较肯定想看聂老师那盘。对。来，我们先看聂和曹勋选。聂老师执黑，今天两盘棋都是我们执黑的。因为这棋是贴6目板，所以黑白棋应该说差距也不是太大。反正起始胜率都是在50左右。二连，也就是从这点来说，6目半和7目半的话，还是6目半稍微合理一点。挂桥。然后白棋直接点33了。这个曹勋选白棋。是啊。应该说 AI 它也。既然是挂角不理，有空点三三。我们原来是反尖无握手，现在反点三三都无握手。
大一个。哦，这里聂老师选择了一个。这个是，说实话，一直聂老师他强调的，他就一直强调这个 AI 不一样的地方。AI 这个不是说坏起，对，但是掉一点分儿。掉点分你掉个两三个点就没人用了。AI 一般都是长或者飞。是的是的。一般这个老定式走成这样，哎，所以我们。它是长的。哎，就这个老定式啊，最老的定式啊。最老定式原来认为白棋就根本就不是棋，就是直接就不是掉几个点，在人类的语言里面啊，你这就起码掉三四十个点就不可以的。结果呢，实际上 AI 的判断呢，这个最古老的定式。是白棋上两个三个点，嗯嗯，所以最近我们见不着了。对，再就那聂老师一直说跟我们摆，他就一直认为点三三不是棋，就这么办就行了。哦，这是聂老师的看法，今天有机会实践了，嗯所以我估计我们出来看看他是不是还反正也掉的不多，虽然掉了一点，掉看看啊，掉是掉了一点，掉两个点，48，48.1，对，下到这儿。最高的时候到54什么意思？把这个再爬掉。对，他是让白棋把这个爬掉。啊，爬完又不走这分头。爬完之后挂这个，说白棋先爬一下，这样。这样要掉四个点。嗯。哎，总之掉一些。然后挂这个。挂在这。嗯。说到这个定式呢 ，AI 不光是对胜率判断上啊，改变了一点，它在下了招法也变了一下。嗯。原来我们认为这个是必须搬粘的。对对。他这个搬粘不搬，宁可多爬一下。对，这倒是挺有意思的。他认为多爬一下损失小，搬粘一下损失太大。没错，没错，是这意思。在这个，我估计他这个爬一下倒是不着急。哦，反正这个点三三完了之后呢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说，其实，我自己也下，当然是，就是说这下完了之后，他觉得外面这块棋你是不是后士，咱们还得另说，他不一定是后士，任何后士都不一定是后士，他不一定是，就是对将来那个外围的这个价值判断上面的事情啊，是的，所以他实战是下的这个白棋，然后黑棋拆了一个。正常就拆个二，以为他总是这样的了。我觉得拆个二挺好的。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，好像是这样。就我觉得在这地方，常训员老师肯定是用了 AI 的招法，但是我觉得他背的还不够，不像孙真旭那么老练。孙真旭真是啊，前面我看他的棋，前40-50招啊，基本跟 AI 都一样。哦，那包括他不可能在这地方出手问题，所以现在曹训员老师今天下的这步棋应该受到批判。在过去嘛，以前我们像这一招啊，像这一招都属于有创想，就是我们像有点想法，愿意循规蹈矩，循规蹈矩拆二肯定是没问题嘛。对对。但现在不一样啊，你创意你可以有创意，但是你创意之前先问问 AI 到底危不危险呢？如果问了 AI 以后，就这种招就不行了。有很多这个很想创意的招，现在都不行了。你会发现他跑一会儿之后，你就觉得这棋好像有点远了。这棋拆二或者压这个都可以，我觉得。应该我的就是 AI 跑得多，我感觉是这样，压这个和拆二都不错的。然后他实战下的这个，这步棋后来下两步我就感觉这形状特别不对，比这边点三三差了好远。他飞灭了这步棋可以，这个很难办。哦，我觉得也是下在这儿好像挺好的。这白棋总不能这么爬过吧？爬过就被顶过来了，太那什么了，这有点远，这样顶过来以后搬过来。这我觉得白棋不好。这个估计不管是 AI 还是什么都不行。这肯定是不对。还得顶或者要进角，这个都太扁了。太扁。所以这时候只要进。按照如果什么子都没有的定式，应该是冲了立一个。是这样是吧？那冲了立也不行，冲了立。这个形状，白棋就是要虎一个。然后发现渡不过，你走这个被人家一靠，就是。我觉得可能不知道这样怎么样，但这俩交换就亏得太多。这边感觉还下个定式，也许稍亏，也是白棋不怎么好，但是这两个交换肯定损失非常大。你说的过又过不去嘛？你肯定是想分头的这一带。对。这两个交换是，
但他又不肯爬过去分段这俩交换优势、嗯、是不好办的，实在才能要走这个回贴了，就回贴。回贴说老实话，我就算挤这个，就这才跟这边定式还原。这样定式还原，这俩交换也不怎么便宜。嗯、他黑棋不会再走这个了呀。他真的像这个挡下来，这个脚也太局促了。这，我觉得起码那不就等于这样吗？然后他尖了一下。啊，那你这么说也行。本来要拖，那顶着搬过来可能差不多啊。对啊。或者拖过来，嗯，顶着搬过来都不怎么好。嗯这个。这好像，这我觉得这两步棋怎么说他也好不了，这反正是。现在形状应该，我觉得，常学老师应该感觉到不怎么对。嗯，我觉得。但是呢，他这时候感觉是不对的。嗯。不怎么好了。嗯嗯。但是呢，他飞这的时候，他创意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。嗯。也就是他也没有去平时积累啊什么之类的，没有。也啊，说起来嘛，就是最近可能棋力会升了一点。对、嗯。跑的还不够多。嗯、不像申真虚那么富。嗯。然后白棋搬粘了。嗯。这挺可怜的形状。就像其实黑棋要是。就要挤到的话，这就相当于这下没爬，就把这个搬粘了，这天爬都没爬被拐。对啊，这被拐住了，那那肯定是不行。所以拐，最后被断一下，不就只能可能只能加出去，这争取不补那个。哦、但是这个棋，我觉得黑棋挤一个，挺简单的，只要把这个逼回去，你断不就断嘛。对、哦、我到时候补一个。啊，你要加过来那就不谈了，我压了你走那个二路。是啊，是啊。虽然可以避开在这里面做活一手。但是你改成二路混合，这我觉得他没有好的道理啊，这样，很压抑，就这样吧，嗯，然后你再飞一，这样，嗯嗯，白棋把这个飞出来，嗯，对，这边这样，这在二路混合爬，这能好得了吗？好吧，总之呢，实在他虎一个黑棋也不错，被团了一下，嗯，唯一就团完以后，这个断头会不会有变化？对。这个形状也确实也觉得白棋也非常危险，为什么呢？嗯，如果是这样的形状，其实黑棋简单尝一尝，这黑棋都不坏。嗯，现在我搬下来也许过分，但是力道一下也很厉害。对，而且就算断上来，黑棋怎么灵活转身，什么都可以。嗯，总归是效率上这活个角已经低了。嗯。嗯，到这位置应该黑得好。对 ，AI 也是给出的黑棋涨了十个百分点。嗯，十个百分点不止，原来白棋还亏两三个百分点，本来白棋的差额、嗯、白棋高两个点的、嗯，也就是说从这个点开始到这，嗯，白棋亏了十几个点吧。啊、哦，确实这黑棋还不错，但是接下来这个白棋就干脆把这个搬砖掉了。这个搬砖是、平常大家别学样啊、嗯、，AI 是非常讨厌这个搬砖。是的，是的。但是因为这地方有个子。那是另外一回事，而且呢，从那个进程来看啊、嗯，曹老师是打算把这个子弃掉，嗯，弃掉之前先把这个搬粘，然后这边呢该利用一下，走交换几个以后呢，准备断这个，弃掉这颗子，所以它是一连串的，不然的话，这个还是尽量不要搬粘，靠了一个，靠了一个，对。贯彻他的那个思想，到这现在还是维持着白棋就是40左右的胜率，黑棋60，靠，这是正常的那个腾挪手段。嗯，靠，这个是七星要点，七星要点。黑棋搬起来吗？搬起来的白棋要反搬，我知道他藏这个吧，安全一点吧。正常思路这个，他就是长了，嗯，然后搬了一个，嗯，你刚才搬也行，搬就这边，像正常的靠这种就是，你需要说声东击西或者什么，因为白棋这个长绝对先手，不能这个被搬住，对，所以像你靠这个的时候，当你搬这个还能扛，他搬，嗯、你这个时候不能随便动，你不能比如说打这个，嗯、他一接就两边先手了，嗯，就你这样接上，这样暂时也扛住，但是我们职业棋手呢，还是喜欢先把这个脚站稳，先尝一个是吧？哎，先这样，这个先稳了比较安全嘛，一种心态吧。其实搬那个，我觉得也是一样。嗯、我是觉得白棋走到这儿了，感觉很挺不舒服。对，没有这步棋，
很有创意啊，把这个给去了。是的。但是 AI 说这步棋其实不是好棋，把这个吃掉，黑的黑的不错。这个时候好像黑棋的胜率已经到达80了，这觉得挺意外的。黑白棋还是可能还是这一虎，比如说搬起来，这样，这样可能是那什么正常的。但这也是黑棋好，所以他选择。但这步棋很厉害啊，他后面关键他老硬，他要吃这个，但现在不成立啊，他有这个梦想啊。对啊，这个我觉得黑棋真的是。没有，这个尝以后也太想尝出来了。尝袜粘嘛，暂时应该不怕。袜粘这个，这样。袜粘，我这个还没，哇，他是拐两下子先手。关键是打吃肯定是要想尝出来啊。但是尝出来很凶险呀，确实被他粘上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是得想一想。还有的一粘呢。对，好像还有的一粘。现在。如果这样的话也挺难下的，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但煎一个不会吧，煎一个他拐两下，这个说不清，他压一下，这还绝对行，只能退。然后那边一接要杀气了，或者圆那个，只要靠这飞出来，有的一站靠不靠得住啊，靠住是吧，靠顶断不知道啊。我所以我不敢摆，我咱们讲其实一下看不清这黑棋要顶断，对，这就完全处于一种未知状态。黑棋四棋，所以白棋我们是外面的续一棋，不然直接收差一棋。所以差一棋要跳，那黑棋把这个搬住白棋还是白棋也有四棋啊，白棋四棋白棋快一棋啊，白棋先收了。那，总之这个有点复杂。对，没看清怎么能杀的赢。他可以查完搬了，把这个搬住，这边弃掉，要计算。就这样。搬这时候就能搬住了，这样快一棋，他可以搬住。这样子。这样可以快一棋。但是要算转换，要那个什么，总之打这个是挺比较复杂的。是。但是从局后来看，也就是说白棋跳这个他的梦想是打这个的，他就是要翻吃，他要让你提掉，然后白然后这么打到。哎呀，老曹，我们的老曹曹老师小七多少岁是吧，他53年的68了，68岁了还有这个东西啊，大家仔细看看，他要都在这儿了这个我估计聂老师啊没注意这个都，他以为人家打这下，他打这下嘛，他就尝一个算了，尝一个，这样就算了，估计也就这样，所以这其实走这个的时候，他一开始这手刚才很复杂嘛，他觉得还不一定行，他实际这是做思想工作，下一步真的是能打了，刚才那对杀很简单，那他现在靠住了，你这顶也顶不惯，这就不用谈了，是吧？这时候是黑棋形势，就你最好的时候。黑棋这时候要看到这个这步长本身就很大，这样是黑棋80%胜率。就是说这边其实二尖高加完了，你这个子你也不能把它怎么样。这个这是一说，那、这个本来这个头硬了打进去本来是好棋。对，这个打其实挺严厉的，这个子放在这儿，对你这四个子是造成压力的。最主要这个都太厉害了，都要先手打回去那个太大了。这个逆手太大。任何时候都要长，就感觉那边差不多都是快成空了。这个价值大，是啊，就算打这个的话，这个价值其实也挺大的。就算打这个，我觉得这手棋也有一定的价值。再加上他是要搂这个的，我觉得聂老师是不是没想过人家搂在这儿？也马虎了。然后另外，聂老师，我觉得在这地方这个定式上选择也有点问题。这个是老定式，但是呢，反正我在。很早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个定式淘汰掉了，我是绝不会下这个定式，就这个定式，这个定式是定式，但是我认为有破绽，就是一开始学棋的时候学这两边一飞，对，是的，但这个飞确实就是有这个尖，我们以前日本教科书是点一下然后靠一下不走，那倒是还真是2分，这样是吧，如果是这样定型然后不走，这是我们学习的老师教我们，然后说，我这个打呢先不打，
这样倒是没破绽，然后黑棋白棋比如这边拆一个，这个逼比较大嘛，对，但是白棋就是有这个尖，爬的话一顶一顶，你大概只有如果走这儿的话，正常要挡它有一尖，这就很难了，就不知道怎么走。只要白棋把这地方，就是你这靠出来不是那么严，你不然你可以接上，他冲那一刹那，你从这靠出来，只要那靠出来，比如这没子，那这个黑棋还能下。但是我这边比如说有这种子，你只能接这个的时候，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，基本就形状就破碎了。所以他黑棋只能立一个。所以，反正你这个地方就是一块心病，任何时候被人家一尖就麻烦了。所以这个定式呢，应该说是有一点，就是说有点问题的定式。这个定式只是，但又特别经典。像这样的定式其实挺多的。是的。有一些呢是我们人类发现了，有一些呢被 AI 发现了。说实话，这个定式的破绽，之前我就已经发现了，所以我肯定不会选这个黑棋的定式了。聂老师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应该也知道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，也可能这个当时没想到，好像就有点神经麻木的老定式背一下。对，也不知道应该下什么，主要一时半会儿。他就一个这个大，一个这个定式又选的有点不合适，所以这黑棋在这开局就这个地方有点一下就出问题了。他是黑棋飞的时候呢，白棋特别机敏的，这个时候在啥时候走都可以嘛。哦，他万一有飞，对，有飞他就杀起来有没有？是啊，我那个老巢的那个哦哈，是这个安全，算都不用算，是的，趁着这个机会先把这个打到。赶紧，现在不能尝，这尝被人家接上，好像杀不赢了。哎呀，好想尝啊！哦，这真的是尝完不知道拖一个怎么样，我不过外面可能要死了，就拖这个。这怎么办？拖一个。来，可以把你给你压后。哦。压几个，然后这边一般都快死了，是凶险，但是有点想拼，这个被打回去，那前面的优势就荡然无存。对，这好难受啊！被他打的，打了这起码我从那判断来说，只要这个一打回去，这半边原来黑棋的收获啊，就降为忽略不计了。可能还是黑棋好一点。如果不这半边黑棋定式啊，假如选了不亏的定式，可能还是黑棋好一点。但是没有什么获没有获得感了，已经。这个出入太大了，这一下子就白棋涨了。44个点，哦，天哪，实在是有点多。我觉得黑棋这个定式损失也很大。这个被这一尖，这个破绽，当时我还见过有人用这一招，总之这个先尖这边都有可能有，这个有破绽的。先尖这边。先尖这个以后再尖这个。再尖这个。嗯。那黑棋会不会先急打掉？大家先急打再尖这个。这样看这边的配置，这个如果说这个配置其实就这个图白，如果这半边不是这种形状，是黑白棋的空的话，这个首个黑棋亏损也很大的。这块棋其实将来还是它这个就是白棋损失得铺了一下，对。但是你如果这个怎么用，将来这个团的话，这铺损失还好。但是你这边被这个形状，这个形状，你肯定亏损失很大。剩下这两下。难说啊，这个肯定不下定式，你走完不可能飞完尖到这儿的嘛，这样这也是一个就但这样的话就主要还有这两个配这个计算，假如这个只用得上，那么刚才这两手加上这个黑棋便宜了还可以下，但我很担心以后黑棋这块棋会受攻。就是说白棋除了有刚才实战尖这个，但尖这个我觉得最简明，在某些场合还有尖这边的下法。所以这个定式，总之没什么好处嘛。你就算白棋什么招没有，你也不便宜。但是但凡实现一个都完。而且这行了，这子已经有子了。这步棋好像是。就这步棋已经能实现了。也是亏了好多。我以前跟人家下这个定式，我经常会有空缓缓在这跳个一，就为了等这个。你要补，你补一个。你不补，明天我就要见这个。现在这个子在这儿，在这儿成不成立？他因为把这个打大了，你看也，这个假如来，白棋，假设挡尖接上，冲下来，你这不能突破这个就完。我觉得如果说他现在靠的话，
我这个突破不了就不行。不是，但你肯定帮助。对，我觉得于老师，我就他要吃这两个词就算，可能也可以。但你还可以，我觉得我已经很便宜了。所以他有这颗籽已经扛住了，没有这颗籽可能还好一点。所以有这颗有这些配合，这招直接就来了，直接他在单肩。那看来这个棋形就是不该飞。这也大家观众朋友们记住这个以后也不要被就别吓成这样，就不要被日本大词典所误导。它里面有很多的定式是有这个问题的。你不能说每一个定式你都能搞得清，那是人家一线棋手。每个定式你的如果都能搞清优缺点的话，那你太厉害了。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飞，就于老师告诉大家，这有一个尖，尖完了一顶你就很难办这棋。有些时候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啊，有个感触啊，有些时候你会一点东西啊，不一定是好。对对，是的。你会了以后，以为日本定式就是经典，然后啪一下，然后正好人家研究过的，正好撞人家枪口上，你什么都不会，自己想，有时候招还比这强一点。是，他是这样的，他推荐的图是这样子的，他推荐图说先挂一个，然后这棋要是干脆拆在这儿，宁可拆一也不要被拆。他宁可拆在这儿，拆这其实形状也亏了。如果招这样，他肯定不会跳完飞了。对，他肯定会选双飞燕或者是别的定式。是，反正他是不推荐这个飞，在飞是有一尖，这个地方就是有个尖。我认为这个尖这一招是人类已经不是 AI 发现，是人类已经早就发现了。对，就大家就知道这个定式尽量别下，反正爬一个。下完就得注意，人家有这个的时候赶快补。是，就这边就是这颗子没有靠起的时候，人家这一招就成立了。今天已经天生已经成立了。然后黑棋立一个，这个损失很大。白棋这已经是属于防守了。防守了，你觉得他应该从这一招上来看，他已经感觉到了，已经赚到了，狠一点是可以尖这个的。这块已经不火了，把或者把这个冲掉。那黑棋就爬一个。盘一个退一个你也做不了，反正我也跑不回去。跳不回去，这一个眼这样就不活。但黑棋呢可能会卖这个，以后这个中央是要点。这个时候白棋多半要跳，对，能不能过来要拼一下，这个是吧。这一类，那作为白的一方呢，安全一点，它优势的情况下它先占这个，这个是平衡点，我不要先去灭眼，给你留空的机会。这个已经算是就是说在围棋上你一个中庸之道。如果说这个力量够，或者觉得全局足以支撑这个就可以了。如果不能支撑的时候，那宁可你先走的大的，天上就是堂堂正正的，至于小目数可以给别人。我在明天我当然我下一步就不见走的，我就可以兼这个。对，兼在这边更好。这黑棋这块棋好难受，反正这底下爬那么多个，还没有见到。这边是个后手眼，因为他刺这个先手。他如果一尖，这边最多也是个后手眼。这样的话，白棋再走肯定是不活，白棋狠一点也可能可以走的一个眼，就是一个后手眼。所以这时候你比如说再走，你要抢一这个，这边一飞，这块棋基本上就死了。他就是跳了一个，然后黑棋飞。黑棋走一关子过。那没办法，安全，要不然待会儿因为过了呢，应该说这个头很硬。正常大家可以记一下，这我经验啊，就是说这块其实活棋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有这个跳的时候，这个逼是非常大的。对，是的。那黑棋要形势，我觉得并不是那么乐观，这步棋可以稍微缓，因为这毕竟是很小的关节，先逼他一下。主力是为了自己做活，那么逼一下，他如果白棋要这时候主动呢，黑棋这地方应该是可以杀。可以对杀，这边有一个眼，这边爬有个眼，先把你封住。那你如果是尖这个呢，把我这个头封住呢，我再爬过。这样，这两个交换总是便宜的，因为我这块是活棋嘛，而且这块是已经连到那边去了。我觉得聂老师这步爬也是，也许缓了一点。这样可以，正常白棋会抢到这个。对，是，对，这白棋他实战是走到这儿，他下的好凶，感觉。走到这儿，他如果逼这个的时候，我认为白棋也不会再尖这个了。他起码也靠这个，我觉得可能就守住算了，因为外面没有意义了。但是正常就外面没有意义的时候，正常
我们反正人类来说，这个是非常大的。对，按理说是应该拆在这儿的，正常的想法，我觉得。那么我不是曹迅爷，这应该明白，大家都是人类棋手啊，他怎么就被这个抓了？他特别凶悍。哎，总之他不会再抢。他就这降点嘛，我总觉得这时候保着安全一点。他可能这好像想法完全不同，这感觉。嗯。黑棋飞一个，然后白棋就靠出。总之，白棋再也不会在这下，要走也是把这盖住了。嗯。这个是双方那个，哎呀，黑棋长一个，顶一个，接上。哦，这几下，这里盘转换还是有点。这个如果说不想着冲出去，跳过挺好的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再单跳一个是吧？嗯，我怎么瞅着白黑，我判断不清了。如果是你把这个压住的话，懂了压住的话。这跳过全是木了，对，这跳过还挺大，这些连边带脚的好多的。那你走这个也没有意义啊，我觉得还是狗子算了，这样。真的，这能点吗？不知道。还能点一个？点不见。点我就粘上吧，那肯定不能退了。把这个打掉以后，就打吃就把这个接上。哦。打吃就外面夹住吧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跳，点这个可以打一下。啊，打这个。嗯，接上。叫吃的时候就夹外面。对，是的。这下打到就行，不然他提完以后从外面打。哦。啊，那这个点不怕，点不怕。走成这样，我想一想，等于白棋直接盖住比。嗯。白棋在这花了一手，花在靠上，不是飞在这。但是白棋一跳一个，那也差不多效率。如果直接来呢？那黑刚才黑棋白棋可以直接来，我怎么觉得更好一点？就直接拱了，没什么不好意思。就这样把它靠住是吧？啊，就因为这手跳是必须的，这步靠，不一定是必须的。那黑棋也只有顶吗？哎，这不顶怎么办？然后连扳，你那不跳还是得跳。得跳，嗯，接上你不跳，要不接完不跳啊？接完了跳一个，接完了反正也得跳，就上面能不能刺？嗯，好像也能刺着嘛。是能刺着，它是可以刺着。对，如果能刺着就感觉好一点。这先别走的时候应该能刺。但不一定能刺着，就感觉现在刺的话，不白棋打拔了怎么办呢？还是可能是刺着的问题。总之也是一手和一手交换，虽然不必要，白棋没什么亏，大概差不多这样。我看看，白棋是接的，嗯，下得很神奇，它是这样的时候。而且刚才我们一直这是接啊，是接啊，就完了，他没，这时候他是接在这儿的，这么厚实在这头啊，嗯，不是把这边盖住啊，我看一眼我的感觉，我的感觉是压住这边，看看谁对啊，这样这时候白棋七十多。啊，这胜率怎么掉了这么多呢？黑棋这个这一串黑棋大臭啊。91是哪个？白棋91。哦，白棋91真的接。老曹下的比我这尖好。哦，就是应该接这个的是吧？就是应该接这个。接这个白棋91了。哦，我的感觉是接住这个。哦哦。看来他的意思他不想让他活，我感觉。从前后手他不想让他活。他不想让他活，他好像还想以后去瞄着他这块黑棋。所以以后这边可能还有接不归的。对，是的。陪他活。待会儿哦，我这边这种地方还要监他一下，我看他。只要我这片连通活了，我们这围不围的没关系，确保这边空，这样压过来连扳，你要活干净了。嗯嗯，可能是这样的意思。那问题黑棋问题出来什么地方？现在我反过来要替黑棋想一点，就白棋91了，这样怎么差这么多？突然间啊，那他说正解应该在哪里啊？我没看出聂老哪步棋又特别不好，我只觉得刚才说这个下这儿的时候啊，这个我是对聂老这一串，这一串肯定是亏了。爬过之前应该先逼这个，对对对，这样交换到就不至于。白棋在这下一个就不一样了嘛。然后他不飞这个，他飞这肯定也是问题。但是这之后打路了，聂老师这不飞难道是问题什么？他说他应该罩住他，应该罩。嗯，
飞有问题，然后呢这个完了，那两下呢？那个好像看看已经只有那个了，这手还有68，靠的时候应该冲，因为你说的对，他应该冲。那我很奇怪，他长完了他怎么不冲啊？怎么长完了我想他接一遍，那我就冲出去呗。应该冲，冲退完以后顶一下。这我们摆的是 AI 的建议啊，AI 再接着冲。哇，这个难度很大嘞，要冲完以后再冲，再冲完扳底下，然后准备干嘛啊？这个难度太大了，这能这准备贴，这样算清楚自己没问题的呀。对呀、啊、这怎么没问题？快死了，我也觉得。他觉得扛住了，先把这冲出来再说。我不太明白，不太明白，这个不太明白，那说明黑棋是不好下了。那刚才可能封在这是，也许还对，造一个吧。反正他如果想冲断你，他可以腾挪一下，比如上靠之类的。总之呢，AI 说这一接以后呢，白棋已经91了。哎呀，哇，这怎么差这么多？突然之间，白棋91，这91也就是现在是黑棋形势很不好。很不好，这确实白棋都全部都厚了，这个厚实也没啥用了。实地也还多，可能很好下。那这力已经把它先手。啊，这底又损了，只是黑棋白棋已经96了。但我是觉得每一步都少一点，都不太好，但是也没有这么大差距吧？这。有些时候他如果人家后控又多的时候是挺容易的，因为这个格局本来黑棋应该别从底下，想办法走天上围中央的，现在白棋黑棋全走到这二路，就也就是这半边和这半边的有点全局上有点不配，这地方又钻了底下，这时候钻底下的时候，我觉得白棋这两个角钻的比你的钻的强，主要这一带。也不能算黑控，将来如果说因为白棋太厚了，他是不是有可能就是稍微松一点就算了。对，查这个你肯定是拦不住，他要从上面挣，如果狠一点的话恨不得他退到这儿。然后看看实在白棋靠，靠这个，说到这个定式也挺有意思，这个定式也是最经典的，被淘汰了已经。不，原来是在一段时间在韩国流肆虐的时候是说被淘汰了，说是白的好，就外面配置没关系，配场合手段永远是不说的，正常配置强，但是呢 AI 又给它翻过来了，AI 说经常是可以用的，并不没那么差，就也不说好，就这个就这样的定式。经常会不是说他控损的很多吗？这是韩国人说的。AI 没发言，AI 的发言说这期经常是可以下的。哦，这样的。这是最经典的老的日本，很多年前就有的。我们在那学棋时之前就有，就他对他的那个好坏的判断呢，经历了两次变化。我们那时候变化，导致这个挖不好以后，记得大家记得吗？有段时间就变成这样的定式了。就长一个拆一个很多年，很多年都这个定式，就说哇，这损的太多嘛，然后职业棋手们还都达成了共识，谁都不下了，都藏在这儿了，有一段时间。然后发现长一个好像也不好，长一个 AI 也是棋，但是。但他就是这两步棋来说，我们原来就只有这一步了，有段时间。现在呢，他很多场合我们看的时候，经常会推荐挖。可以挖，可以挖，起码是往这边调整了一点。好吧。他实战就是实战是挖这样子的。实战，聂老师看来也知道啊，不然，聂老师也可能是光知道日本。他有鲜明的想法。他就捋，对，他这时候是以前是定式是跳和捋两种定式，是的，要看场合，这捋黑棋白棋多半会退，没错，所以说这时候要搬这个呢，要承受你要冲一下，这个大家爱好的可以自己选，这被冲一下，这被冲一下，但是呢，头拍到了，对，摁进去，但是这个上下，这样肯定被冲一下肯定亏嘛，将来还有吃这个权利，是。
冷瘦一下冲，但是可以蒸到头，这两这要什么可以爱好什么自己选。嗯，实战呢，聂老师走这个，这个、我估计会长。现在问题是黑棋大模样不好围。对呀、啊，这白棋太厚了。因为两边黑棋走的山路。嗯。两边走的山路。主要厚了之后呢，现在这个底下是个问题，人家还可以将来可以跳进来。这还是爬得了。哦，就爬一个。你这个，我觉得第一感还是爬一下算了。跳一个不好是吗？跳太松了。哦，跳一个是这样子。跳一般怎么说呢？你如果说这边没有这个断头，可以的。但是有些时候是跳好，你有这想法也对。但我的第一感是爬的。一般都是爬的。这个棋形。这棋呢是这样，就是说黑棋呢，他实战是拐下去了，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被人家爬一下，那对吧？就很不舒服。但是这个天王山也大，对啊，这上面就被人家走去了。如果飞这个的话，多半是要被走的。这爬了是不是立马就，它长还是扳呢？一般是长，因为你爬它加也随时能加，对，它保留断了的情况下，以后加你是不可能立的。这两三下先手，就崩掉了外面。那么它除了进来之外，它随时有断。它这样，除非是你搬你加的时候，你是不可有可能立的情况下是可以的。你有希望撑住，你现在没有可能撑住，但是呢，它多个断的可能性，它以后想加的时候加，这次你确实没有可能撑住，因为这三下先手。这三项选手，那已经没法看了。这一段，对，这段已经出问题了，长到这儿，长到这儿是吧？长到这儿，我这滚下来就出问题。这不行，这个黑棋好像特别简明的就不行了。所以你这还是退一个算了。但是现在问题是，聂老师选的，但这个是天王山啊。对。他如果飞这个的话，他被人家爬一个，那随便人家中间走一个不就行了？就是说你扩张模样呢，因为那边也是因为那边厚的缘故，你爬完以后，他这天上走到这一带是没有问题的。这已经就很温柔了，我觉得。这样你围多少，他也围多少。这一扣你就没多少钱了。是的。白棋这个角抓了，这个角抓了。这确实比较温柔，到这也问题不大。你如果只围这么一点的话，因为白棋这边还也能围一点。这个。这好像比较难，看起来。他们是不是跟我们的进程已经？不是，实战是从哪个？实战它是拐下去，拐的肯定是、这个、拐下去。那么它是大匪的，在这儿还大匪啊？嗯，这地方，曹轩轩，这地方大匪啊？对。那真是韩国对他们就是绷得特别紧。我真的好绷的感觉。这样，他暂时计算，他只要能撑住撑住，他这个。他肯定这个是我相信他是算过的，他觉得这样呢，他的战斗有利。你这还必须跳一个，他压长再压，但是如果他外面够厚，正常这个靠很厉害的，只是说这盘棋，我可能比较柔软一点，于老师，你靠的时候我就单长不好吗？这样啊也可以。我觉得挺好，如果你不走的话，我就跳下去，你搬我就跟着搬嘛。这个是这么说，就是说，因为你这半边够结实。对，是的。这边够结实的情况下，也可以，也可以这么来。他这是飞到这儿，我觉得已经挺好了。是吧？我看 AI 咋说？好吧。我当然他大飞也没问题。我看看啊，1.8。AI 推荐多点他靠着他推荐。AI 推荐真的大飞哎，就是大飞是吧？啊，那他下的很正确，看起来。靠就是退，还你说对的，没必要战斗。我觉得这已经很靠就退，那就是他认为中庸点就是这点，没意思。这走两个，待会我把这个一长就完了会。只有1%几了。那你黑棋刚才是飞在这好呢，还是不好？黑棋。拐之前是吧？拐之前是哪个好？有4.6，都不太。他走这儿，啊，能想得到吗？这个地方啊，他是这个中心点，这个位置我。那看来他的侧重点还是在这边，他觉得那边也就是说你飞在这边，有可能是被他爬完以后，白棋比如走了这一种位置，对，你就又小一路，是的，可能是这样。嗯，总之这些黑棋很难下。因为地不够，中央不好围。地呢，因为不够呢，你捞了这两下地不够，然后中间呢，
大家都很厚，厚到了就是说我就只要挣个活是很容易的。比如说你来，刚才就是很灵活了，你来我不死就行了吗？这一场，这个难呐、啊。对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这像这种棋局就特别难下，找不到敌人，找不到对手，控又干不够。是的，他下的是这个，跳一个。哎，无所谓。好，大飞。对啊，这要只能等着人家出点问题了，然后揪住机会进行对杀。这时候还是没法杀，围一围。先把空围上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。就围着，先围上一点吧。这个看起来好像挺温柔的。那这时候就判断问题了。如果白棋确实是赢了，他就是正确的。这个不怕黑棋从这边跳出来吗？他已经刚才我发现他就是这个问题，他这边出来也无所谓，他拦住这条线。哦，因为你把这个箍住，他一跳你也只能拦住他这条线。对，他就靠住，就这，哦，围住这一块就够了。把中间围住。这个，那好像好难呢，感觉这棋难，前面很难了已经。这有没有这一招？还可以先问一下。煎完了再煎这个是你如果挤这个的话，我获得这个袜，你如果挡这个的话，他煎这个，但这是啊，这就比较紧凑，但是我估计白棋也没必要的，没必要，也可能靠好这个压过来就够了。可以看到应该黑棋是要跳了的，黑棋搬了一个，搬是挡住，然后再打吃盖住。昨天看聂老师的后半盘下的还是挺好的，滴水不漏。今天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发挥哈、看起来压住了，这还能点进来，长了一个，就是判断问题了。好犀利，下一步棋大家可能不容易想到，我估计。那长一个，本来以为这一带是不是赶紧接上吗？对啊，我就会接，因为他会接上，就是应该接上。结果遭到白棋出手。啊，这个不，这个问题我话说回来啊，那个人家这是先手，这还揪着你，他想这地方可能是考验定型啊。哦，我以为他是要考验黑棋这块棋死活，我想他是不是看着黑棋好像还不太干净。他如果能把这个走到我这是不活啊。对啊，他就是不活。他如果先逼黑棋做活的话，那估计黑棋做不活。你先打接上，接上他一拐，是的，是的。这好像著名的大猪嘴啊！哦，不对，一立打接上。就如果虎这个的话，这个比较好算，就点完点立。虽然这个形状啊，不是在脚上，但实际上它的手法是跟大猪嘴一样的，叫搬点杀嘛。你现在等于已经搬过了，然后点了一立嘛。就有时候大家学会了大猪嘴的手法，有时候应该说边上也要会用。这个是大猪嘴，大猪嘴形状就是说他这样打了，局部好难啊，这个棋局部还不活。局部还不活，这个太丢盔卸甲了吧？这被人家提，首先被人家提一个，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。看他那个肯定最好，这边先动手有点劲，这边可以扛的，打吃我就侯一个。对他，没关系吧？就是少一点空的问题。打可以，不会要人家或者接上嘛？是的，就把这边守住。是。暂时没问题，没有大问题，这边没有大问题，说当然接很大。那边处理攻势没关系啊，你做都做不活。爬一个，那搬下就打劫了。搬下来，然后他长一个居然。啊？我没看错吧？那这丢了还行啊。对啊。这从这靠近了，这能够啊？这个提一个。啊，这是白提的。这我估计不太行。那黑棋对白棋接上不就行了吗？对呀、他就是接上了。那这只能把这靠进来了。哦，这都丢了。这好像已经有点远去了，这感觉。现在实战都下到这一步，这白棋还没下。白棋其实都不走都没关系，这个祸惯了，无所谓了。看起来我们看到两个人对阵画面，聂老师是闭上眼睛了吗？
那他知道，那没什么办法。有下棋有时候，那你这个形状，要想起昨天，昨天一天的造型比这还惨。你下棋，再怎么英雄，总有这么一天的。对，是啊，这不是说这么一天啊，就是总有这种时候。是的，这种时候有时候就没办法。总有棋下的就是不太顺的。虎一个吧，虎一个，然后提到了这个，把这个补一个。你看黑棋大概不见得会提一张把这拐住。哇，那我觉得木都不用点了。这好像跟木薯一起，这个倒是没尝出来。那这肯定这个大。这甚至可以煎了的，煎了再还能再冲一下底下卵头。拐到这也行，拐到这也行，这没关系。哎，就是啊，这靠着还是总是能靠着，靠着能靠着。是的。看黑棋不知道是不是最后真的靠进来，其实也没那么靠它可以这样让你穿这个，对是的，断我打这个打吃就接上，这样是的，它冲进来一个翻住，稍微丢一点，但是大部分空还是守住了。这个白棋守的太大了，那就是局部本身就没多大问题，就像那边局部一样是小问题了。那这个我还不用抢棋手，接上虎珠算了。还这样解明，索性花一手棋，这边来就这样，把它就扳断。他先靠一下，也先损了，倒是。哦，这边还，毕竟呢，那黑棋这两下便宜还是有的赚的。然后怎么办？夹这个。不太会。这点是先点这个先生，这边可能能弄两下。但是都解决不了大问题，比如说打上冲就打这个。我都很想给他冲过去。点到这儿再冲进来，看不清了。你这有钱人，有钱人不要跟一般人计较啊，就不要跟他计较了，是吧？对啊，那这个吃掉了这一片。是的。我都没点过，我觉得盘面不够。不需要点了，我就感觉盘面不够啊，感觉已经不需要点了。我你看聂老师他们。都能看到他们的画面嘛？但我的感觉，他们心里是知道的。对啊，聂老师不是说懵懵懂懂下或者怎么样的，那个形势是知道。聂老师应该是没看见这边死活。这是一个丑。第二个呢，我觉得聂老师可能他没看见这个兜这一下，也没有这个尖的那个感觉，所以导致那什么几个丑。后来也没什么办法了。是，还有这渡过之前，我还是强调这边要先逼一下。不，我觉得曹旭轩他就是局部这些地方还是很锐利，就很敏锐。他像这个范池。曹老师棋，他我们叫他曹燕子。从那个棋后半部，虽然他其实那时候下哪都行啊，但是你看他都包括这个长突然不走过，他很灵巧。是的，是的。节奏掌握的非常的灵巧，不是说我就有些人就说我赢了，像李昌浩的不一样，他赢了，他也事事都如你意，顺着你走。他就是赢你，这也是一种风格。那曹旭轩这盘棋，你看他优势的情况下，你看他都不是招招硬着你，是的，他硬了他也赢，他也很灵活。他还是，然后这儿有个哇，他像这种翻吃完了，然后再煎这一哇，这有点扛不住，我这感觉。我刚还反下棋都没看见，这棋就是不活。对啊，这个棋形就大家看到这样，他就一直埋伏着的。对啊，所以他为什么？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跳进来，他你放羊放长了吧，死的更多的。所以知道为什么刚才本来说要靠了压住他，他站在这儿可能就是瞄着这个挖了。这人家惦记着呢。这是敏锐的死活棋。是的，是的。如果聂老师肯定没看见这个，如果看见这个，他应该争这个扳，宁可以冲一下，有这个出头就活的。应该抢这个头，所以导致曹旭轩他肯定是藏了这儿，他因为这边影响到这块死活的嘛。于老师，他打底下可以扛得住吗？这下扛不一样的。他拐一个啊，你那又圆一个嘛，顶一个，接上顶顶这个，我就这没区别，没区别啊！你单退要不扛不住吗？不，你能扛得住？单退你后来也可以单退，团在这儿我还是扛不住啊！团在这儿还是打劫杀那我依然扛不住，我这怎么扛才能扛得住？这块棋就是打劫杀然后这边靠我估计也是这样的定性。所以他很灵活，剩下的知道这些都是小枝节问题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人是要你命的，人家一下子，原来的功力还是在的，确实。这盘，开局的时候聂老师还是不错的，没错，没错，特别白棋这个点其实是这个局部失误挺大的，但是就聂老师确实没看见这个翻。
对，他肯定是没看见樊迟。然后第二个，樊迟是吉祥长出来。我认为这个定式上，据我了解，聂老知道，但是他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的使命，因为这个定式是老定式，很多老棋手学习棋的时候可能。前几个定式就有这个啊、哦，就当时学新定式的时候，对对，但是中计人很多。我在职业生涯里靠这个也吃好几盘，就有这个破绽啊，人家不知道啊。哎，这个都不是定式上那个。于老师，反正您下黑棋肯定不会。我从来不下这个。那如果说对方一下，我就心在偷乐啊，赢几盘就这样。反正就不要飞这个，你最恨不得你就跳在这儿就得了。啊，那你要知道跳在，你肯定不会选这个定式啊。你还不如跳在这儿呢。哎，是不如跳，但是你一定不会选的，就也不就说你下了这个定式、你是不可能跳的。你要跳的话，你肯定不会选这个定式。是的，是的，反正你、要不你就跳完了，你就干脆脱先了。那、当时推荐反正就是要尝这个，但是尝这个没这概念，可能没他没看见这个，所以没有看这个。然后在这个定式上就是有一些破绽，我不知道聂老师为什么不知道。然后第三个呢，他在爬过这个，因为这个架子很小嘛，这个都已经挺活了，他应该先逼一个，这也没走到。然后之后呢，曹老师下的他连死活都看得见。对啊，人家看得太清楚了。他们还下了几些，我给大家摆上吧。这个好像这个黑棋下的，下的特别清楚。他这个还有死活问题。这一团打，这好像黑棋就是没法做活。没什么办法，虽然这个有点难看，聂老师这个我觉得也无奈。对，确实人家下的也好。没什么办法。他这儿还没。但是白，我觉得会不会是也是进死啊？我是怀疑。进死吗？不然的话，他聂老师，我觉得打这边的劫好一点。哦，他这边劫还挺多的，就是接上拐立的这，就把这个救过来。哦，这是打劫杀吗？是啊。哦，不是不是，他点方，你要打劫要带响的。对啊对啊，是的，带响的。带响的，你就一个劫台都没了。你如果口顶，他就进死了。是的。啊。那有点你就虎这个打这个带响的劫。那后来聂老师那有点惨，看起来确实人家这也没什么办法，下得好。看看这儿打在这儿的时候，刚才是下到这儿，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。接上吧，我觉得白棋接了这个，他够狠的，我觉得一点都不说。这什么意思？他想把这个尝出来，我早就是，我就刚才就想尝这儿，然后被他冲过来了。他提了以后虎了这。啊，是啊，他觉得这边反正让你尝一下也没关系。这边是索性抢先手了。哎，都是直接问题，没什么问题。你得提一手。他叫什么？翻一下，这踢踢一个。白棋，你真的把这藏出来，或者尖那个？他先尖一个，他就觉得尖一个更大。反正你这个这尖挺烦的。你如果先冲了以后，白棋可以先断这个，这两目棋可以挂到、又扣掉了。你如果不走，以后这个我可以冲完以后再接。这有挺讨厌的，讨厌的，挺讨厌的。这小关子还有，还被刮，这只能爆掉，或者是，我关键是我感觉这个差很远。木肯定是已经不太行了。可以。冲断一下，牌面白棋都有十几目。哦，那确实差距已经很大了。黑棋一百目不到，白棋一百多了，这两块没点。这地方还能再麻一下。这冲呢？冲。他难道这难道让人家单挤啊？冲完打这个，冲着打这个。对对，打这个。不至于吧？这时候还要跟人家玩老命啊？哦，挺简单的，你藏我就藏下，你打这个我就不理了。啊，这。太狠了！这个被蹂躏了。哦，这个盘面白棋十目以上，有点痛。不要看，不是痛，刚才就简单就冲完棋，这个已经便宜这一两目就够了。对，
但还不让你冲到这一下。这曹老师下的越来越狠啊，感觉这后面。嗯，确实这棋下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聂老师的棋已经形势已经不太好了。嗯，这棋基本上已经翻盘的希望不太大，说真的，除非人家华彪划一手，不知道够不够。华彪也没问题。是，这好像差的实在太多了。只有藏着有华彪或者怎么样。反正觉得实在是差距有点大了。只能单退。单退也不行，单退这还有一点。嗯，单退他还收气吃，或者藏下来收气吃，这也挺讨厌的。这收气又得收好多气，嗯，啊，反正这是下得很，只能单起这个，很难受。单起这个这两目撑住，这将来这搬砖还先手。他是不是长硬还要靠下去之类的？嗯，不知道这里面。你靠，你可以单靠。哦，单靠，对，单靠好一些。嗯，这棋呢，我们可以。虽然说结果还没出来，但是很遗憾只能告诉大家这基本上是黑棋已经不太行了。嗯，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吧。这盘棋不行了。红梅黑华看长号和李昌浩那盘。是的是的。但是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从冠军上。跟冠军没有关系。不过他们两个的战斗应该还是很精彩的。最近几年下了好多盘，我也没统计过啊，有输有赢，反正最近几年长号我也听到过几次胜利的。对对对。有总之他们俩之间的碰撞总是传奇嘛。没错没错。那我们过一会儿来关注长号和李昌浩那一盘。好的好的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见。